我们看一下这题目 ，B 向量等于二根号二负一，为坐标平面上是一向量，是求和 B 向量反方向的单位向量。好，那么首先 B 向量它是等于二根号二负一，所以 B 向量长度的平方这是等于二根号二取平方，这是八，加上负一取平方，这是一。所以呢，我们算出这是等于9，因此 B 向量的长度就是等于3。好，那么我们要求和 B 向量反方向的单位向量，那么就是要求负的这 B 向量去除以 B 向量的长度。好，所以呢，这等于是用负的三分之一去乘以 B 向量，所以呢，把负的三分之一乘到分量里面去。那么我们得到这是负的三分之二根号二，然后呢负三分之一乘以负一，这是三分之一。这个答案